一个从小唱歌的女孩，她会想要摆脱过去大家对她那种既定的印象，所以她做了很多的努力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建衡。许茹芸一开始就是仙嘛，她轻飘飘的，然后她有她的云式唱腔嘛，那个好像变成她很难被大家抹灭的印象。许茹芸的新歌吗？新歌，对。我觉得这个很开场的一首歌，她有一个想要新的开始，但是不要那么全然的让大家觉得对他陌生，不要祷告了，就先爱吧。这歌很直接啦。对对，我还要再听另外一首。真的吗？有吗？今天只能听一首的，每一首都想听啊。许茹芸，我听了这首歌以后，真的很替你开心。你那么认真努力，在这几张专辑所做的尝试，刚好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总和。我觉得这个总和是我在今天听了这首歌之后呢，应该是我觉得在这一次对你最大的期待。